大家好，我是吕哥。现在到卸货的地方了，准备卸货。前面有3辆车，我还要排到最后，先把雨布搞一下。看，那前面卸货的地方还有3辆车。这个地方路比较干净。高油，搞定了，20分钟。哎呀，这个不能拉，看车厢都成变形了，都变形了，以后不拉这东西了，太麻烦了。